孟子·滕文公章句上，四四之二。孟子曰：“食子必重粟而后食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食子必居步而后逸乎？”曰：“否。”“食子亦贺。”“食子贯乎？”曰：“贯。”“曰奚贯？”“曰贯粟。”“曰自知之于？”曰：“否。”“以粟易之。”曰：“食子奚未不自知？”曰：“汉于耕。”曰：“食子以釜纵串于铁羹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自为之于？”曰：“否。”“以粟易之。”“以粟易泄气者，不为利陶也。陶也亦以其泄气利粟者，岂为利农夫哉？且食子何不为陶也？射皆降之，射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，何谓纷纷然与百公交易？何食子之不但凡？”曰：“百公之事，故不可耕且为也。然则治天下，独可耕且为鱼。有大人之事，有小人之事，且一人之身而百公之所违背，如必自为而后用之，是率天下而戮也。故曰：或劳心，或劳力。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。治于人者四人，治人者四于人，天下之通义也。”